潘天寿深入继承了我国传统绘画，在深谙历代文人画精华的同时，对中国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仅体现在中国绘画体系内部，他把中国绘画上升到民族层面，并以出乎常人的智力、学历、功力加以探索和实践，从道德内省到信仰追索，无不捍卫民族传统，用笔墨照进现实，因此造就了简洁凝练、大气磅礴、撼人心魄且带有使命感召的艺术风格。所以我们在对待潘天寿作品时，不能仅从视觉感受上去理解潘天寿的质简美学要求，在构图营造、笔墨表现和生命体认上，无论篇幅大小都极尽诠释。下面我们以潘天寿作品作为临本，给大家一步步讲解。首先呢，我们看第一张画，萝卜的这个身体用的是淡墨，叶子呢用的是浓墨。在画这个萝卜的时候呢，用线条来表现，没有任何的穿插点染，非常简洁大方。底下呢是两颗碧荠，用非常浓重的墨和这个白色的萝卜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萝卜上方的这个叶子是用的非常浓重的墨，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明快，用笔非常的果断。画萝卜身体的时候，既有造型又有用笔，所以这幅图我们可以从这个用笔和用墨的这个角度对它加以分析，加以实践。在实践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所需要的工具。第一，摆在我面前的是砚台，这个呢是墨条。我们在画之前呢，通常是先磨墨，在磨墨过程当中呢，大家尽量呢不要磨太快啊，轻轻的磨。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盘子，这个盘子是什么呢？就是把磨好的墨可以放一部分在小盘子里，这个用起来比较方便，就不会出现这个混乱。这边这个呢是颜色，用这个笔在调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颜色去调色就好了。这个呢是调色盘，在实践过程当中它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笔墨的变化在调色盘里都可以表现出来。然后这边呢是水洗，也叫笔洗，这里有分两个啊，左边这个呢我的习惯是蘸墨的时候是去使用，右边这个呢是使用颜色的时候去使用。这个是毛笔，毛笔呢它是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软毫，一种是硬毫。那么我们在画潘天寿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使用的是硬毫。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实践啊，以这个萝卜的身体开始。萝卜的身体啊，大家看啊，它是淡墨，首先我们调出这个淡墨。淡墨的使用啊，大家看啊，要先在这个调色盘里边调出，根据你所需要的这个淡墨的程度做一个调整。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用笔的时候一定要沉稳。中国画的临摹啊，它有一定的时间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出入，这个出入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尽量靠近它的这样一个意识。现在呢我们淡墨已经完成了，现在开始画叶子，它是比较浓的。那我们看啊，底端这个是有点淡，那么我们也调出这个淡墨。好，现在我们看呢，底下这两颗是比较浓的，那我们现在就以非常浓的这个墨开始进行。我们在用笔的时候啊，一定要干净利落。造型上呢有出入，先不要去管它，
我们做到尽量靠近它就可以了。画的时候啊，注意用笔的这个果断，这样呢，我们基本上把画面上的这个主体物咱们就完成了，现在还有这个液晶，一般来说液晶呢放到最后去勾，勾液晶用墨呢一般都是非常浓的，那么我们就使用很浓的墨。潘天寿的落款都是绘画的一个部分，它在构图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在临摹的时候呢，尽量的把它这个文字当做画的一个部分，看好位置。这样呢，我们这张画就完成了。第二幅作品呢是潘天寿的这个摄氏作品，虽说是小品，但是内容非常丰富，也感觉到了无限的生机。这幅图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浓重的蜻蜓，他用非常简练的用笔勾勒出了蜻蜓的形态，跟背景的这个墨色有一个直接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山石是用非常简练的淡墨勾出了外造型，加上了非常重的点胎，形成了一个点线对比，从而也加强了山石的厚重感。旁边用花青色勾勒出植物，清新自然。石头上面用赭石平涂，非常明快。整幅图通过很少的用笔，可以让人感觉到无限的生机。我们临摹这张图呢，首先也要分析一下它整个图片还是非常简洁的。它的顺序呢是先画前面的这个荷叶和几根小草。荷叶画完以后呢，再用淡墨勾出这个岩石的外轮廓接下来再画出这个蜻蜓，最后呢用胶墨打点胶墨打点好像是有两次以上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要知道它的顺序，也要知道它的大概的这个视觉效果现在我们开始。首先呢，我们调出这个荷叶的颜色，这个荷叶的颜色呢用的是花青，同样在墨盘里找到你想要的这个色度。旁边的几根小草也是花青色，用笔呢要简练有力。好，这个画完以后呢，大家看上面还有这个勾叶尖，刚才也讲过了，叶尖放到最后去勾。接下来呢是用淡墨勾出这个岩石的形状，岩石是用淡墨，水气很足，那我们这个水要多用。首先呢用笔要大胆，要充分利用这个笔的各个方向，我们顺势呢就先用淡墨点上它的胎点。画胎点的时候呢，像写书法一样要非常的有力。我们看这个上面还有一层非常焦的墨，到最后才去点。现在呢我们开始画这个蜻蜓，蜻蜓的身体它是淡墨，那我们在画的时候调出淡墨。用笔非常的轻松。画完以后呢，我们可以顺势的把这个脚画上去，接下来就是全幅最重的一个墨，是翅膀，用笔
非常的简。那么我们就调出这个最浓的墨。这个我们的蜻蜓就画好了。浓墨部分，现在是30张的这个浓墨。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用笔啊，不要在一个地方这个下墨啊，要有一个变化。主体物啊，基本上都已经画好了。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赭石的平涂。后面的岩石，画完之后呢，我们再看啊，在胎点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花青色。那么我们在这个浓墨的这个胎点上面再添上花青色，这样呢，这张画就完成了。刚才讲过这个。潘天寿的款也是画的一个部分，那么目前呢，我们这张画还没有干啊，所以在题画上面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就可以了，这张画就完成了。第三幅作品是比较典型的潘天寿的这个构图方式，非常的简，只有一个非常浓重的一个鸟站在一块石头上面，石头上面只是用简单的一根线做了一个勾勒。这张画我们拿到以后啊，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鸟非常的黑，所以这也是潘天寿简的一个部分，它的简是在墨上面，减少变化，讲求大效果大变化，那么我们现在在画的时候就要知道它这个墨是浓墨，变化非常少。画鸟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结构，刚才讲过了，这个鸟都是浓墨。我们先从头部开始，用笔要沉着冷静。鸟的脸部啊，它是有结构的，结构呢是靠留白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是背羽部分。用笔要简练，最好呢用笔要符合它的这个结构。画脚的时候，用笔一定要沉稳，这样呢，我们的这个鸟就画好了。现在是底下的这个坡，用笔要果断。同样啊，潘天寿的这个款。也是他的这个作品的一个部分。好，这幅图我们就画好了。